2008年以后呢，中国共产党在外聚众行凶谋杀了4年，完了追上来杀人灭口。我们当场让中国共产党杀人犯公开身份走人，他自称农卷地下党委书记和武则天。那么这6伙人是什么人呢？一个是那马大姐、贫嘴张大民、东北一家人、我爱我家，还有呢，公安局，特别是重案组，以及政府、医院，就这些人，他们都是什么呢？都是那个被那个生物研究所研究生骂成什么呀？傻逼的那种人，你明白吧？他们可能是海洛因，希尔顿的海洛因抽他妈过量了，带着昌平女流氓在。这个钓鱼台那儿包房，在玻璃茶几上跳他妈裸体舞的丑流氓，你懂吗？都是这种东西。再说那就是马大姐、我爱我家、东北一家人，哎，完了那个重案六组、重案组、公安局、政府、医院，这么一群王八蛋呢，死在临头。因为他是国家指定罪犯呢，种族主义杀人犯呢，他想纠正不犯，又他妈装爱新觉罗，又他妈装外国人，还纠结一些外国人来聚众行凶谋杀，啊，又装爱新觉罗，又装他妈外国人，这骗了上头，骗下头，骗了里头，骗外头，骗了东头，骗西头，骗了南头，骗北头，你这白骨精啊，明白吧？这马大姐。东北一家人，贫嘴张大民，我爱我家，重案六组，公安局，政府，医院，都这种人，又假冒外国人，又勾结外国人，还有他妈假冒爱新觉罗，天天在这他妈的纠正不放，想务必杀人灭口，这是国家指定罪犯呐！我们当时让这凶手公开身份，你立即给我走人。接受你罪恶的生病，同时我就已经直接问他了，我说你食人族自己把自己灭宗族，完后呢你家人你宗族去哪里了？因为按国家刑法他是恐怖主义分子，他严重威胁正常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的，他属于国家刑法规定的恐怖主义分子，我说你家人你宗族的，这流氓就这不放，农村尽人皆知的就是那个好动豆腐那小龙虾，东直门的鬼街那个阴沟里满嘴污泥浊水的流氓杀人犯啊，满嘴污泥浊水流氓杀人犯，一张嘴跟他妈精神病一样，实际上本人精神正常的变态杀人犯，老中青四代追上来，一直到今天，由于不公开身份持续纠正不放，在暗中使用电磁武器，务必想杀人灭口，披上人皮，持有犯罪所得，骇人听闻的网络诈骗凶杀，古今中外，天旋地转，假迷三道，实际上他们就是死到临头的一群反人类种族主义杀人犯，他就是窃取了我们的生物信息和生命指标，必须死的一群流氓，又勾结外国人，又假装外国人，又假装爱新觉罗，蒙来骗去，就这么一群东西，什么人呢？这是马大姐，东北一家人，我爱我家。贫嘴张大民，重案六组，公安局，政府，至少是部级或部级以上，甚至到基层的，还有这医院，假勾结外国人，假冒外国人，假冒爱新觉罗，使用电磁武器，疯了要把我们致死致残，啊，想知道我们的妄想症，他以为我不知道他们什么东西呢，我已经问这个杀人犯。很有可能就是公安局的，因为我听这公安局警察姚江说了，上面一堆呢。你装什么外国人？你装什么爱新觉罗啊？你那年轻女流氓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哪单位的？你家人你宗族呢？都得走，因为他属于种族主义杀人犯，他就是我们就是为了杀人灭口装的。我操，古今中外天旋地转，跟真的似的。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说你骗骗差不多得了，你浮出水面。去嘉峪关河西走廊统一处理掉就完了，死活他妈要杀人灭口，由于不公开身份，把
没有逮捕，没有被处决，天天在屋内用电子武器谋杀我，活该贩卖，害人同门。他们据说这是什么吸食海洛因，带着昌平女流氓，在他妈钓鱼台那儿玻璃茶几上跳裸体舞，还居民于水行，这属于那个深海恐怖动物。听说他们那里有什么李洪志吧，那是不治之症嘛。李洪志的不，他们可能会有不治之症，什么丙肝啊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肝炎、艾滋病、麻风病、恶性肿瘤，都这种东西。绿色尸体，死皮赖脸赖着不倒，就什么马大姐、东北一家人、贫嘴张大民，我爱我家。公安局特别重案六组，还有政府，还有医院，蒙来骗去，想把人致死致残，弄成冒险症，杀人灭口。他作案时间就是为了种族主义谋杀，并且纠结了外国人，在建国饭店行凶犯罪。这是绿色尸体，死活不倒。80年代尽人皆知的昆虫，绿色尸体死活不倒。阴沟里的小龙虾，50年代。在湖南大肚子小孩的血吸虫的冻尸娘，就这种东西，变态杀人犯，行凶盗窃抢劫，留有后手，揪着我们不放，企图把我们变相绑架劫持捏在手里，务必致死致残，杀人灭口，种族主义灭绝，这么一群东西，始终不浮出水面，不被逮捕，不被执行死刑。就直接牵涉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重案六组对我们的慢性谋杀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知道凶手就在奥运村派出所，就在奥运村法院，就在北京市公安局，甚至北京市安监局的李东、胡振华都直接参与了对我们的凶杀本案，居然没有一个被逮捕，没有一个被处理的，他们借用西家，他们有那道行吗？他就是拿西家当他妈喜鹊，借人家族人命一用，然后像喜鹊一样做窝，把西家张建给杀了以后，把毛主席垫底儿，就在这做窝，装他妈美国的白头雕，对张建西家借他妈宗族人命一用，然后呢借着日本人的支那树枝儿，以毛东为垫底，打的毛东为垫底，在这做窝，装他妈美国的白头雕的臭傻逼，到现在不被逮捕，不被处决，我让他妈浮出水面站出来，去嘉峪关河西走廊全部走人，古今中外天旋地转，你蒙傻逼的你，你没那么复杂，你追上来就是为了杀人灭口，种族主义灭绝的，你拖延时间就是为了害死张扬西岳父母辈的亲人，然后再破门而入杀人灭口，你什么他妈把爱新觉罗，你什么他妈外国人，你他妈就是想把人弄成精神病，就是栽赃陷害杀人灭口，妈他妈傻逼的你。